决战决胜脱贫攻坚，十四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，肩并肩，心连心。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，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。先富带后富，携手奔小康。我国东部九省市十四个城市帮扶中西部十四个省区市。2016年，在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，东部地区要下更大气力，帮助西部地区打好脱贫攻坚战。东西部扶贫协作让西部地区的脱贫攻坚起点更高，后劲更大，信心更足。2012年，中央国家机关、民主党派、金融机构、高等院校、中央企业等中央单位定点扶贫，实现了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覆盖。中央单位的定点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。到2020年，307个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592个贫困县全部如期脱贫摘帽。放心，经理，总理后了，这个事情现在大家发动的怎么样了？我杀猪了，政府我杀猪了，没活给他种上一亩。钟哥大概就是20亩左右的一个示范基地，给大家看看。在中国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，人民军队传承发扬为民爱民的优良传统，就近就地定点帮扶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、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4100个贫困村，开展教育、医疗、党建等特色扶贫。助力92.4万贫困乡亲甩掉穷帽子，开启新生活，书写了新时代的军民鱼水情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歇一下再干。啊，歇一下，歇一下。爬不动，这个没力气。肩负脱贫攻坚的职责使命，中央企业各展所长，推动着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马加鞭，迎头赶上。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，为了这千军重诺，各地国有企业发挥自身优势，积极参与。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，一家家有情怀、有担当的民营企业也踊跃加入，写下担当。大家看，这个呢，就是你们要的导生。电商扶贫拓展出脱贫攻坚新渠道，消费扶贫，亿万国人大爱同心，共同参与。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，这是脱贫攻坚史上最温暖动人的中国故事。